小无奈，闫妮工作太忙，没空看望姚晨。应财神重整无厘头神功的新剧《龙门镖局》可是玩了不少噱头，其中更是找来了当年《武林外传》的原班人马精彩客串，众大牌一概到场，却独缺佟掌柜闫妮。难道这中间有一出书剑恩仇录？《龙门镖局》他那个让我去的时候，刚好我那一天没有时间，然后后来他们又拍的比较紧张，我就没去成。那会不会有一些遗憾呢？没错。应该反正就是因为都去了，好像没去是有一点点的。原来只是没时间，好吧，为了工作情有可原。可是好朋友姚晨都生了几个月了，闫妮居然也没有去看小宝宝。对此闫妮表示无奈呀、无奈，真是没时间。因为我最近拍戏太忙了，没来得及。我知道他已经满月了，我说想去，等我9月份去。小编点评，快去看看小土豆吧。